投工，我玩工程师。不要。你要工程师。好。好。那我机枪手，换我变成繁星，我有邀你喽。正在加入。那我要变。变得瞎趴一点啊！工程师，本身好了。哎呦，我在变身中。你好哦，钱共用哦，哦，嗯，钱是共用的。哎、欸，饰品终端。买完的在这里有有。哎呦，还是可以变骷髅人，不行，我要改变一下。光头王，生气眉毛。Goodness。过载机构。我要变成没有毛的人了。肤色哦，哇，金毛，金眉毛，帅！我现在超莫名，武器，冷却射击。你这可能要玩了一场才知道。哇，会没钱，会没钱。对啊，可以同时架设两个炮弹。这样子的话，伤害，放弃合约。合约也没有，可以同时架设两个机枪。我跟你的那个合约应该都是才一对一个都还没玩过，所以其实放弃也没差。嗯嗯，可是放弃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接。年度考机，年度考机就等大家。那就平台枪最大量，每周优先，先决条件要八等八。晋升过达州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开心玩，没有差。我看看哦，伺服器清单有啊，有伺服器清单，我们可以加别人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已经有两个人的复杂难度危害等级，看一下哦，一般我们的危害等级。好，你要查危害等级二的。嗯，我们平常都是打二的。你好光哦，你好秃哦。对啊，我超光，有没有？光溜溜的我。哎呦，我点了，不晓得。游戏结束啊，所以会是重新连接，我试试看啊、哦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我点别人，然后我就加入他们了。哦，所以变成是我们两个有没有独自开房，然后我们独自一起进某一个。哼，我看我会加你，等一下。没有没有，我刚刚那个满了。哦，你在那个任务终端那里啊？点他终端，喂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连你了，然后嘞，点哪一个？然后下面有伺服器清单，我不能点他，然后把危害成绩调只有二，我不能点。对，我想说现在因为可能我在，哦，我懂意思了。哎，那加这个看看，那这样你有办法加进来吗？我连你吗？还是你咬我？嗯，不行哎、欸，还是我自己我开一个。啾啾啾啾，哎、欸，他又满了哎、欸，为什么？
我刚刚看有两个人，没有，我刚刚看有两个人，他现在又变四个人啊。伺服器清单危害等级，他满了，有一个什么富婆快乐男248等，有事吗？疯了！但是我在离开队伍，就变成是我们要各开各的，一起查到那个啊，就是你说只留危害等级二，对，好，看一下哦，你有看到什么适合的吗？不然我们就去那个啊，一等的好了，对，就只有一个人的，怎么看一个人哦？框框是不是？嗯。有种豆芽矿业有限公司那个，那个嘞，那个，哦，你的豆芽好啊，那豆芽，我们去豆芽。我有加有，我在加入中，一起来采豆芽。自己加入太久了吧？嗯，我刚刚都很快啊，它结束了，傻眼。啊，有，我们是第一次加，所以我们越来越会有经验。我在想说，他那个加，他那边有一个时间，会不会要找那个时间多的？时间哦，对，哦，那可能有没有？哎，不对，他那是开始游戏时间吧？那不是倒数，那开始。对啊，那那个嘞？那个、你看到一个人的孤鸿飘渺。它是什么颜色？采矿考卡，有吗？有有有有有，加啊！再看，感觉很孤单，需要我们两个人的陪伴。嗯，也怪怪的，加很久。DC 怪怪的。哎，有有有，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。我进来了。耶！哇塞，374的。还有事吗？喂、欸、，DC 怪怪吗？对啊，怪怪的。换一下武器。新加坡。有问题啊，他。欸、我们是空降进来。Lock and load. Great to have you on board. Hi, mate. Have I seen you before?Hello， 喂 ，DC 好像很卡现在。对啊，一个而已。我再换一个，我再换一个。喂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有事吗？他中半，他中半好吓趴哦。对，不是他等级高到爆炸、啊真的，我傻眼、欸。他是不是挂网啊？他没有在做事啊？他刚就在发呆，不知道干嘛。哦，可是又一个新人，侦察兵。好，至少我们这样一定 OK 啊、哦！因为他才刚开嘛，所以有可能有没有他在等人？嗯，他就先去尿尿大便了。然后哇，我哎呦呦呦，我是机枪手，我不一样了。今天的我是不同的我。格林机关枪、左轮手枪、钩锁啊，钩锁其实好少，很少啊，所以要很省哦。嗯。OK， 那我们要莫林石。哎、欸，有蓝色小精灵。哦，哎、欸，这里路已经挖了。哎、欸，他也在动啊，他在这里。他挖的、啊。哦，他好迅速的挖过来了。他刚就像幽魂一样，忽然间在前面。哎，有前面的人用那个来放指标。
有吗？有吗？照亮不足，还你在前面亮亮了，哇，好大哦！我们之前都没有来到这种地方。喂，繁星。喂。哎呦，我怕语音又坏了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太认真看地图。对啊，这地形好漂亮哦，很神秘的地方。那配合怎么换电已经好了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是挖一个等于两个是不是啊？忽然间就250了，要走了啊？我靠！路人场超级坑啊！那我们走吧，繁星。嗯，这样子也是免费赚经验。哎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水母水母水母！格林机关枪！有 OK OK， 这种玩法好酷哦！我感觉那个家伙蛮卡的，就我们家他的那个飘渺，蛮飘移的。哦，他这里好多敌人哦。彩彩这只好强哦，很强哦！我现在是看你这个机枪，距离太远会很飘。对啊，零距离，过着过着，护盾，他们两个在等过我们的啦。他们想说要多久？这个新手在干嘛 ？biu biu biu， 误会误会，完成。你这样好爽啊，被带的感觉。完全没有存在感，莫名其妙就赢了。看他，太瞎趴他。这样我们有，我们没有经验呢、欸。哎呦，我有啊，慢慢，哦，他慢慢一个一个给，给太多了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怪怪的，外挂场，我就是外挂、欸，你看他才挖30个啊，我挖32个，对啊，我们直接升满等了，是不是25等哎、欸？25等太夸张了吧？哎、欸，哇，等一下要变经验，哇哇，继续，哇哇，继续，这已经继续下去了。队友开采矿物，外挂，他一定是外挂完了，我们要被封号了，然后结束了。上个游戏意外结束，尝试连接，傻眼，是如梦一场了。没有没有，是真的，真的25了，好爽哦！满满的问号，莫名其妙。啊！帮举跟残的哭哭，我们之前开了几次台才15等，这一次6分钟25等，好扯哦，繁星，好扯哦，好会挑哦你，啊，你好会挑哦，对吧？那准备晋升25，他还可以再升下去吗？不晓得他最高到几等。晋升哦，25等就是满等，那你接下来要过那个晋升考核才可以。哦，那我们再换一支吧。好啊，要怎么换？瞬间角色选择那里啊，我玩工程师角色，我们再去找找吧。哪边有角色选择？自己的驾驶舱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有人说他们任务比较困难，没有啊，我们都是查危害等级2啊。是刚刚他右下角有显示他采集矿物的那个经验值莫名其妙超级高，有问题。对啊，我觉得他那个真的是有问题的，很瞎吧？
谢绝四五级难度，看哦。红鸾采集，他这都没有那个 pin， 还不给我们看 pin， 对啊，比较可惜。搜寻距离，自爆群袭，哎、欸，